我上爱教伊个亚文讲台啊，因为伊徛咧都搞我坐咧病馆。哎，快跪嘞！哎，紧起来，紧起来！我比别人可怜几，我比别人可怕表。呀，这样我了。这个歌是我励志的歌曲。这个歌是可供大家讲，一定要认真拍拼。啊，你唱歌呢？你拄啊唱歌，你讲啊，歹势，一般的歌伊也是圆的。今日我带阮亲戚来试下个。我是对手了，人个赢你就是爱欢喜呗。你拄啊，你看我，你拄啊。压力哟！那就艰苦啦。对啊，你是叫伊来夹着是吧？你不安呢？一百，我安尼压力哟。哎，不一样。你敢袂使？压力哟，压力！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保证，我来唱，来唱，当天不是我给你声音，我唱你看。压力哟！你是讲什么物件呀？我给来唱一关关的人嘛。你应该尽量用较喜气、较笑容。来，无你笑我看，压力哟，压力哟！你是北港的花灯哟。你这表情，咱袂输我恁台东的时阵，我去咧一粒山顶，啊，伊只狗看到我揢物件，你让伊唱，做我伊嘛是安尼。你今只伊来山做不上了。阮两个就倒落。无，十步。哦。压力哟，顶来，笑容。拜托，师姐也要开演唱会啊！人家赢你哦，鼓励大家拢爱提出意见。好，孙阿姐咧，笑容的，赢你哦，进来，破声，凊彩就好。亲爱的，我跟你讲，那安尼电视机边啊朋友看到，绝对当作咱三个拢笑的。有人唱歌呢？不行，阿你袂输报地戏。好了吧，阿杰嘞，阿哥，好啦，你讲阮两个笑，阮食药食足久的啊，你还阁唔知影？迄个师姐啊，阮三个相较像阿杰啦。哎，咱三个什么相？伊上像啊？上像，伊本来就是啊。你讲的？唔难呢，阿杰来迄个激素啦。连噪音那么刚刚学呢？啊，来，安尼哦，来，真的哦，你先啦，你先，你都卖客气，你都卖客气，但是今仔穿裙，脚卖趴开着，无啦，伊要学我，伊真正要学我，你惊？那有可能？你是正卡里来的哦？哇，演员真的不简单呢。卡还傲你，你真正要学我？啊，那看到卖敢讲哈？阿来吼，十六岁以下目睭开开吼，好来，命运的记得，哈。两个吉他声，更多一声不听。嫁袂出去啊！哇，你做拍二呢？你不是拍二呢？
老师都要学了啊，讲这真的不简单，真的不简单。啊，你要学一下不？我没料啦，我。哎，老师，你应该也要，我没办法。你刚刚有唱他的歌呢。我真的没办法。你姐的轻微骨的话。我真的没办法，我的真假不话多。啊，你讲这类？不是，我是卡先生哦。我这类要甲大家讲一句话，我要讲的就是讲哦，不是啦，好来。我坐下来是要讲一句话，我讲吼，阿吉拉大哥让我非常佩服，佩服的是他的智慧。一起这里进入地府野狼，叫话都让任由任何的人呢去开他肢体的玩笑，但是他都知道我们不是恶意的，他都知道我们跟他的感情很好，他都知道我们是互相的，能够让这个舞台更精彩的，而且是他让舞台更精彩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耶！真的。所以哦，莫怪了。莫怪评审内底吼，就是一做了上好。是啊。所以我拢不管是咧个学习安尼，啊，因为人我因为伊那咧评审一个歌手吼，伊拢讲一个故事，一首歌的故事。啊，我唔是，我是直接，诶，我甲你讲吼，你拄啊唱一条歌，啊，唱一句是咧唱安怎？是咧唱啥啥啥会啥会安尼嘿？对啊，系啊。我拢直接就讲啊，对啦。对啦，是我们拢做感谢你啊！我即世人伫台顶咧表演唱歌唔捌坐咧呢，啊，因为你我才有机会。你嘛卡孙呀！我你讲哦，不哩个，那个时候我上爱加伊个亚文钢带啊，但是我那钢带哦，对伊来讲伊拢较麻烦啦。怎么讲？伊拢爱穿双鞋啊，啊下骹佫挺足悬的，因为伊惊人讲啊。无啦，我你讲，是安那伊啊挺只悬，你知无？安那？因为拍摄，因为伊徛咧都搞我坐咧边悬。哎，佮我跪咧！哎，紧起来，紧起来！我比别人。邻居，我比别人较怕病。好啊啦！我都这个年纪啦，为着十万块啊！好啦好啦，我都可能我大家拢看。